esfuerzo.
So I guess I'm done. Yeah, come on. You 这么打，你首先要想我怎么能上台，不要轻轻随随便便就把这个球打过来。我要准备上台，我要准备回合，我不要往后退，这是平时老说的东西。第一。第二，你不发球，你先平的发，发起来往前甩，都盯着打就行了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反手长球，人都抓住你了，你现在又是丢，人还会接着抓，我先把这板球，我先往后收手，我先上来，哪怕高，我上来，我第二板准备打，你不要这一个接发球没接好，就接着下边的稀里哗啦的都接不好了，你一板球一板球的打，把心放在肚子里头去。 做，你用什么优点去做？耶！ 一板球，一板球打，先上台，不用慌。
勤啊，不用慌，一板一板打，慢一点。哇一板球打啊，防你反手接发球啊，不用慌，一板一板打啊。